then at least I've got memories for when morning comes. Now that I must leave with a是前某时尚品牌举办大型晚宴活动，吴磊一身黑色西装搭配腕表配饰，鬼气十足，再加上大背头发型，不得不说吴磊是越来越成熟。谈及工作，吴磊表示正在拍戏，拍完戏会休息一段时间，至于想尝试的角色则表示顺其自然。吴磊西装造型也太帅了，黑色西装就是 YYDS， 帅哥就应该多穿西装，你永远可以相信穿西装的吴磊，活动生图简直了。网友直呼支持吴磊西装半永久，穿西装的吴磊也太帅了吧，高贵优雅又霸气十足。